你要回家。臣妾在王府里待了好些天，有点想家，想回去几天。本王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你要回家省亲，本王没有理由拒绝。但是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本王？我昨天忘了。忘了？如果只是回去几日的话，你又何必特意再找一个人来伺候本王呢？罗开怀，你是不是不打算再回来了？根据这些记录，我认为我可能喜欢上朱宣文了。之前帮他的澄清，不完全是弥补自己的过失，也是怕他受到伤害。如果作为心理治疗师爱上患者的话，你将失去最客观的判断。老师，我决定退出朱宣文的治疗。臣妾还没想好。没想好？你先是讨好本王，又给本王点何灯，然后你告诉本王，你没想好。王爷，苏林是我推荐的人，他肯定能伺候好王爷。王爷您也可以试着和他接触接触。本王问你话，你不要顾左右而言其他。王爷身边这么多人，来来去去数不胜数，还会在乎一个罗开怀吗？